的出品人、制作人张智霖先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吸引第二轮的第二场，也是我们书剑的首场演出，谢谢。说实话，我今天想讲几句。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我感受到我们从首轮第一场，每一场下来，每一位演员都有他自己对人物的解读。我今天看到书剑的最后那一场的表演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我觉得真的啊，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演员和我们所有的主创，包括导演、编舞啊、音响团队、灯光团队啊、我们所有的幕后的舞间团队，他们在一起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时间去打磨、去磨合、去揣摩，从原著小说到改编到日文版，到我们第一轮每一位演员包括大龙带领大家在表演上很多细节上给每一个新演员，因为他要一个人对很好几组演员，当然我们其他几组演员也是真的，就是这一份力量，这一份功夫是才能大家看到今天在台上的每一分钟，所以这个再热烈的尖叫声掌声给到他。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台上所有的演员。朱家燕，谢谢大家。刘成斌，张凯宇，王楚天，吴宇芝，林梦田，丁丁，郑云龙，谢谢。其实，方书健跟我们的林梦田今年也会在我们的缪时的另外的两部剧，一部是《太爱你》，一部《梵高》里面也会有精彩的表演啊。所以如果到时候没有大龙参与，你们还会来看吗？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说不会，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我想那如果大龙让你们来看，你们会来看吗？结果你们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直接那么善良的欺骗我一下。没有，谢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谢谢，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未来不管电视里的广告宣传等等其他，我们都会在这份舞台上，他们在幕后一点一点为这个舞台的站在这个木地板上的每一分钟去努力。你看我站得他们很近，他们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戏当中，真的好。今天那么多观众来啊，当然每天都是那么多观众来，还是要有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因为出于安全的原因，其实我们上一轮其实都会有结束以后演员跟大家有拍照啊、签名啊，但这一轮呢，我们附近的派出所的叔叔们就跟我们说，门口就是延安高架，所以呢，至于大家为了大家安全啊各方面考量，说这一次呢就没有安排在门口有这样的活动啊，就请大家谅解，包括楼上的小伙伴啊，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舞台上安排了一点小的互动环节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有点互动环节，好不好？好。那么大家呢在微博上都看到了，我们给大家留了这个一个信箱的这个窗口，大家写了很多信。那么今天呢，让我们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来给大家抽取一封信，那么会报一下这封信寄出来的座位号和名称，那被抽到这封信的观众就可以收到我们一份为大家准备的神秘礼物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
信可以送上来啊，然后其他的信件我们都会送给你写给的每一位演员或者是剧组。好，稍等一下，因为第二个。然后呢，我们还有两名幸运观众啊，我们是让哥哥弟弟来抽两名幸运观众啊，抽到他的这个座位号呢，会收到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签名版的场刊，签名版的明信片，再请他们到舞台上来合影，好吧？来，那个跳针，来准备啊！好，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抽这个八封信啊！来，从胡老师开始，来，哎，抽的时候应该这个戏啊，满身是戏啊！哎，好好。这一位幸运观众实在是太幸运了，被他抽到。但是他上面写不可播，那我就不念了。是，对。好，一楼十排三号，请起立。好，哎，给大家招呼。好，好，给不用看。这封信，这封信是给大龙，给大龙。好，李梦田，来。对，李梦田也刚在我们的那个家里保利的公益场演的女主角，然后给大龙了啊，给大龙，他没有写几楼，三排二十二。好，认识吗？这个信封三排二十二是一号。好，回头我们会拍照拍下来，微博上自己领吧。啊，好，啊，是这样吗？啊啊 ，hello， 好，来听听。要求吗？对，有蓝色的、红色的、棕黄色的。第一封是方书建的，我抽一个七彩的颜色吧。哦。上面有一只大龙。是给大龙的，一楼十九排十六座。好，他还说今年我一定学会坚强。好，我来给大家招呼。好，大老板，来，好，直接拿了第一封放出去。一楼十八排十座，哇，一楼十八排十座，给出去。给大家招呼，好，来。对，那个吴老师说要把场灯开一下，不然看不到观众的脸。Hello， 我们所有演员，吴老师想看一下观众。好，继续。抽的最大的，哎，这个好大啊，这个。哦，哇，给大龙的，来，鼓掌吧。哎，他们有写写，有，这边有吗？来自什么？来自一个在这种场合来被抽到过的非洲人。好，非洲人，来。谁呀？这个哪位？哪位非洲人？好，在这二十号。好，继续。来了，那就这个吧。哎，是龙哥的，这是手画的。哇！然后这个是二楼一排四座的，啊，一个没有感情的抢票机器。吕佳音，哎呀，来啊！哦，书建的，好，一楼九排八座，大理石的那个，一个姓孙的，好，可爱，没交代了，拿了啥？拿什么守个门？拿龙守个门。好，谢谢，好，我们请我的崔哥来。请我们的大龙跟书建抽各抽一个座位号，这样吧。慢一点啊，不要激动啊，抽到你就慢慢上来了。我们不赶时间啊，不赶时间。好，念一下。再说一个。一楼一排二十四座。是哪个？啊，二十四座。
好，这边一楼十一排十一座。这么孤独的一个人，十一排十一座。好，慢慢的到我们的上场口来哈，到我们上场口，上场口。好，是不能带花进来，怎么弄进来的？好，请我们的那个请我们的摄影师到我们舞台上。哦，对，现在我还有一个环节，对，没，站在我们胡老师这边先 stand by 一下。对，我们今天还有个环节，对，还有大龙提醒我，太激动忘记了。这个是今天的特别环节啊，是昨天没有的啊。哎，我们在进场前，大家都写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心愿和自己的对我们剧组和所有演员的一些祝福的话啊，所以呢，来也请我们每位演员来抽取一到两张，看看你们自己喜欢，然后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来，胡老师。啊，我看一下有没有给我的。没有，好吧，大家可以同时拿，来两张。好，我先念好了。兔大龙，柴静在看见里说，每个出类拔萃的人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很高兴大龙你的努力终于被人看见了，祝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开心，不忘初心。 From C。另外一张给芳芳和龙龙，预祝芳芳首演顺利，剧院见，我的音乐剧演员们。你为什么看他拿那么远？啊，我请不要透露我的年纪。好，你说。好，第一个秃大龙，别在意城市的喧嚣，只管去摘你的那颗心，做自己 ，Be yourself at 176。还有一张我没有看懂哎，想看恋爱脑的剧，脑子的脑，想看恋爱脑剧，不懂，你解读一下，想看恋爱脑的剧，来，继续，好，拿了一张六排九座小月，然后写的也是我们很多音乐剧演员的心声，就是。愿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越来越棒。好，谢谢。好，继续，还有听听来。我这个是 Two 芳芳，然后我是十二排十二座妈妈粉。妈妈爱你。好，下一张还是给芳芳的。他说他中场出来写的，我是你妈粉。好吧，好，然后我这个是兔芳芳的，然后是中场出来写的，你真 T M 可爱。来，大家来，祝大家都大什么？都大步奔向向理想光明的未来。哇，好阳光。早点买房，早点准备卧室哦。还有一个是兔芳芳妈妈爱你。芳芳，首演加油，未来可期。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小互动就到这边啊，也希望大家继续可以支持六十戏，支持我们每一位演员未来他在舞台上的每一部戏啊。那么有请我们摄影师上来，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你们要一起参加，你们打开你们的手机的闪光灯，站起来，然后呢尽量。到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全家福的照片里面找到你们每个人自己啊。没有，不是我，拍不到我们。蹲下来，大家站起来，大家站起来啊、哦！好。好，你现在有什么想喊的、想说的，跟你说啊。像摄影师还要再调一下他的设备。大龙什么？啊、大龙摘帽子了，摘帽子了。啊，摘帽子了，听到。摘帽子了。好，我们等一下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叫“音乐剧性演出成功”，好不好？好。OK， 谢谢我们的 Frank。一二三，音乐剧性演出成功。谢谢您的配合。再来一个嗨一点，好吧？音乐剧性演出成功，耶！一二三，音乐剧性演出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